钻进卡通泳装，众人难解，吴珊如感觉似曾相似。它的布料是卡通图，对，它这个好冲突，这个很有点好像用婴儿的包屁来做泳衣的感觉。对呀，这就是我每天在看我们家小初一在穿的东西。我也很喜欢，就是卡通图案，特别是小熊的图案很可爱，然后它中间就是还有那个小爱心，又可爱又有点 sexy， 穿去海滩回头率应该是偏高吧。这我怎么看我都觉得今晚10点，金科生物纤维面膜，小明星打跟班。